蜜蜂同都爱公，你是放多咱的农作物作物，地球上的植物开花有这些爱种爱扣，康康有必须问才能结果才会正常。现在科技再怎么发达，任何的科技都没有办法代替蜜蜂作物这种工作。哦，地球上如果没有蜜蜂这种工作，不是无面的，咱的水果、咱的粮食、咱的绿色植物都会减少三分之以上。所以，我们仰光的跟种果树的果农是共生关系。这柚子好香哦，空气中又弥漫着一股桂花的香味。一般人以为，养蜜蜂就是把蜂箱放在一个有蜜源的地方，然后剩下的事情就让蜜蜂去做。其实不是这么简单哦，你可以想象，要把500万只的蜜蜂放到一个有充满蜜源的地方，那种过程是多么的艰辛，而且是相当要有技巧性的。哇，辛苦！500万只对不对？对哈。对。好。刚刚讲到一半又忘词了，我在想，会不会是我体内的农药残留过高？就好像蜜蜂吃了农药以后，竟然会忘记回家的路，这可麻烦哎！它采了花蜜以后找不到回家的路，甚至是会在沿途上面一半死掉了，找不到回家的路，那当然会影响这个蜂群的发展啊，大问题！甚至我认为这是一个国安问题。